羽球，戴资颖对手就球美姬太狂，球迷想起这位传奇张贝文面对世界球后，戴资颖虽以19.21分、14.21分落败，不过一记精彩劈腿就球美姬登上 BWF 推特，官方还大赞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。张贝文首局18.19分落后之际，面对戴资颖的强劲攻势，展现十足的防守韧性，还打眼一字马就球美姬，在多拍来回之下枪下宝贵的一分。虽然最终张贝文没能枪下该局，并以直落二败给戴资颖，但这完美的救球神迹让众人印象深刻。 BWF 官方以难以置信的救球形容张贝文的防守魅力，网友也纷纷赞叹太精彩了，我看到了什么，这劈腿太厉害了。还有不少球迷表示，这球让我想到王连香 I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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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TA。 印尼羽坛传奇王连香正是一字马救球的代表人物，拥有柔软身体韧性的他被形容是羽球场上的芭蕾舞者，上演不少一字马劈腿救球的经典画面。